太一样，你可以打一个 list 也可以的，这个地方打一个 list， 或打一个我们的那个class 的名称点 list 也 OK， 然后它是一个 MSG 哈，那时间长度的话我用 3000 或者用什么 toss 减点那个 lex 底线 long 也可以哈，两个方法都可以。 OK， 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最后把它 save 一下。那之后的话我们来 run 啊， run 的话呢直接几个方法啊，直接你可以呢在这个专案上按右键执行为 enjoy application 哦，那这个时候特别注意哦，请你要先把模拟器先 run 起来哈，那 run 起来就会看到画面上这个模拟器。那我把刚刚的 APK 呢哈传过来了，传过来之后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第一个哈，我在这边输入一个这个一个身份证号哈，那这边可以切换哈，切换那个输入的方法。OK， 那随便打一个好了，姓名的话，这个键盘用起来不是很好用，随便打一个好 OK， 那但是呢它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限制哈我们的字这个长度，可能你会打多，那因为这边没有了，所以你可能要不然就额外自己要判断，如果它字串长度大于10的话，那它重 key 好了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哈按个确定，看一下结果到底正不正确，会不会秀在下面呢，按确定，您的个人资料如下，但是它只有停3秒钟，所以这边的话按确定，如果跳出来那表示你这个程式是撰写正确的 OK。 好，那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，我等一下会把这个画面的程式码也会传上去给各位参考，好吧，画面呢先还给各位一下。